在各种应用情况下都可以使用我们的螺纹部件。客户业务范围广泛，从飞鱼分拣设备到核电站，但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一方面是对个性化螺纹部件的要求更高，另一方面是在质量方面毫不妥协。我们会根据图纸来制作所有的螺纹部件，致力于生产大型的复杂的螺纹部件。大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直径更大，部件整体长度更长。复杂对于我们来说则意味着对材料和表面涂层的要求更加苛刻。在这里，我们对一切都持开放态度。我们把自己看作是客户的研发合作伙伴，并且将与固体与材料研究所 IFW 一起来攻克一些不同的难题。这些课题对于我们这样一家中型企业来说是不可能独立完成的。我们会对生产规划与控制进行研究。Horneman 公司也是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，在支持我们的同时，它也可以优化自己的流程。组件的可溯源性以及能够防止廉价盗版，对于许多客户来说都尤为重要，特别是在与安全相关的应用中更是意义重大。在与 IFW 的合作中，我们研究出了解决方案，它是我们能够100%识别出我们自己生产的组件。顾名思义，无标记组件识别就是在没有额外标记的情况下能够识别出组件。所谓标记，通常是指条形码、射频识别码 RFID code 以及二维码 QR code。 我们不需要那些标记，因为我们已经掌握如何在切削过程中形成部件表面的属性，并识别和归类这些随机属性，这样在生产中和之后的工序中就能够再次准确找到各个部件。丝杠的表面质量尤其重要，这是确保组件拥有较长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。因此，我们在不断提高其表面质量。在微观结构领域，我们同样与固体与材料研究所 IFW 有着紧密的合作，这样我们就能不断提高其表面质量，持续为我们的客户创造更高的价值。丝杠的表面对于摩擦性能的影响非常大，受到影响的摩擦性能又可能会导致所谓的粘附滑动效果，也就是主轴上的螺母运行会有短暂延迟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主轴尤其是螺母的使用寿命将会锐减。在固体与材料研究所，我们利用 IFW CutS 模拟软件来模拟旋转过程中主轴的表面，并借此来优化摩擦性能。如何来配置高负荷的螺纹驱动，对我们的许多客户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议题。在我们的网页上有专供客户免费使用的配置工具，这样就能帮助我们的客户较快计算出合适的螺纹尺寸和轮廓。